今天我们要来玩手机游戏《绝地求生》App， 然后我是雅思，我想一下哦。啊，我要玩那个，我记得前阵子有一个观众跟我讲说有一个很快速的模式，叫什么模式来着？我等一下来看一下。他说那个模式好像几分钟就可以玩完了，我来试玩看看。娱乐模式对不对？然后是什么？战争模式我知道嘛，有点像团队死斗。然后刺激对决区域小。刺激升级，我看一下问号，100人面临区域更小，我不要，这太刺激了，我心脏受不了。极速战场对不对？八分钟玩一局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试玩看看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玩过这个模式哦，来玩玩看。娱乐模式好玩吗？好啊，来玩玩看，因为我都没有玩过这个模式，来玩一下。所以娱乐模式有几个人啊？啊！飞机飞那么短，地图这么大啊！这是娱乐模式吗？这应该会玩更久吧？大家都归着，还是说他等下会出现缩圈啊？来玩玩看啊，反正没玩过。哎，我第一次玩这模式哦，输了就请见谅。我对这模式不熟啊。我看一下这模式要飞哪里啊？飞这里好了。啊，跳跳跳跳，赶快跳，赶快跳，赶快跳！哎，我们要飞屋顶，飞这里这啊，可以啊！俄罗斯是怎样？我、哦、开战了！等一下，兄弟，等一下，不要紧张，兄弟们，我还不太熟这把枪。哎、欸，我只有散弹枪有拿过哎、欸，可以给我一把 UMP 吗？没有。啊，吸啊！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没拿到，都拿了。哎，天哪！好吧，先绕更后面好了，更后面应该是没有人，有人呐、啊！我看到敌人了，打二！等一下，我没有拿过 Groza，、欸、我听人家说绝地的 Groza 很飘啊，我就不太想拿。NK。听人家说这把好像不错啊，还是我一把拿骨肉仔，一把拿那个好了。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把好了。这个就单八吧，啊，就这样玩好了。两把我都没拿过啊，疯了哦！天哪，这个不叫娱乐模式吧？这叫压力大模式吧 ？N。哎、欸，那49，等一下啊，我这个是用7.62的子弹啊。好，你们看出来我没有用过这两把枪了吧？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是用哪一个。哇塞，兄弟，等一下，不要这么激动啊！兄弟，等一下，各位，哇塞，出圈了！哇塞！这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我前面还有敌人，要小心一下。哇，兄弟！兄弟啊！不要紧张啊，各位兄弟，要入圈了、啊。看到敌人了。哎呦，看到开门了！这把，我觉得我死定了。我看到敌人了，那骨肉仔还比较好用嘛？别闹啊！让我捡个包啊！有四倍镜了，什么狙击枪？好啊，换狙击枪，狙，都狙，好吧？
东区，东区，东区，东区不要停，好不好？这我要这个，就丢掉。我吉利服啊，不要吉利服，感觉在跑步的时候好明显。我有四倍镜对不对？我要其他倍镜吗？没有。这个不能装，有点。先把收掉再说了，差点了。哇！哇！没子弹。啊，算了。烦死了，我就不会用狙击枪哦。我要装四倍镜啊，烦死了。先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啊，不管是哪一款枪战游戏，我的狙击枪都很烂，烂的透彻，所以我真的超不喜欢用狙击枪的。直接用薄弱砸打远打近好了，很差的。不然这样打，我不知道打到民国几年。我不确定那是盒子还是人的头，因为看不太清楚。哎，是我跟他哎，那他应该是在那栋房子吧？对吧？我有六颗烟雾弹，没有手榴弹 ，GG。好吧，先换回来好了。看一下他能不能狙他。哎，还是换回来好了。哎，换错了。这样。他等一下，他要先跑圈，他等一下要先跑圈。我看他在哪一栋。也搞不好有可能他不在这一栋，因为我刚刚最后看到他是在这一栋房子，没错，正中央那一栋大栋两层楼，但搞不好他刚刚趁我眼睛没有注意的时候绕后面绕掉了，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。欸，所以我顺便问一下，娱乐模式都是真人玩家吧？应该不是 AI 吧？对吧？欸，那我可以在娱乐模式练一下枪，感觉不赖。出圈了，我看到人了，我看到人了。是啊。都真的了 ，OK。不好意思哦，我真的不会用骷髅掌跟那刚刚那把狙叫什么 L 四，所以我用的很烂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会用这两把枪，我玩手机版从来没碰过这两把枪，电脑版我有用过，所以我知道很我不太喜欢用。那手机版，哎，算了，不多说了。还蛮紧张的，蛮刺激的嘛，再玩一场啊，还 不打算休息了是不是？好玩啊，这模式比刚刚那个正常模式好玩多啦。我就不用在那边一直看到底是不是 AI， 是 AI 就很无聊，起码全部都是真人，好玩，我觉得好玩。来，再来，哎，
对啊，就这样吧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或喜欢我的直播，可以留下一个喜欢让我知道，也可以按下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，这样在我每次上传影片或开直播的时候 YouTube 系统就会通知你哦。然后每天晚上六点发片，假日的话早上九点我会额外多发一部影片。今天直播就到此结束咯，我们下次的直播再见哦。各位早点洗澡，早点睡觉，断考加油，拜拜。